睡呢吗？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不是吧？我爸20年前就跑了呀。你喝酒了你啊？怎么还变得跟我妈似的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怎么家里也变样？晚回来，你提前打个电话呀。我爸在，那我妈呢？姐，你怎么在我？你生的烟酒吗？你给我过来。你们班同学跟你一样，都玩到这么晚。同学，难得班给你白上，难得班。刚才新闻上不是说了吗？现在治安不好，你个男孩子别再10点以后回来了。你别以为现在运气好啊，等到出了事什么都晚了。你一个当警察的也不知道说一说的。警察？我姐不是家庭主妇。哎呦爸，她都喝成这样了，有什么可说的呀？赶紧的，洗洗澡，睡了。这还不到11点呢。瑞瑞，你喝了这么多酒，这个点了，万一路上再遇上个陌生人，玷污了你的清白，这事算谁的呀？啊？哈哈。笑什么笑啊！你姐说的对，你的清白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你给我站住！你什么态度啊？抽烟，喝酒，你怎么不去纹身呢？你，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？啊，从上到下。哪有点好人家男孩的样子？就你这个样子，哪个正经人家的女孩子愿意嫁给你？听见没？洗澡，睡觉。去。我知道了，我在做梦，对吧？哈哈哈哈！做梦做梦。哎呀，瑞瑞，看看他怎么还不醒？哎呀，瑞瑞。怎么回事啊？别动！疼疼疼！你快点！做梦也会痛？疼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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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这是闹哪样啊？我刚把小宝哄睡着。我没睡。小宝出来！小宝！哎呀，小宝你怎么出来了？哎呀，这上了一天的班已经很累了，哄孩子睡觉这种事还我来管吗？都是你，都怪你，怪我。本来就这么点大的地方，早就做好下了。小宝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去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